想要在正的表示是你们觉得还有什么需求，你们有什么不满，有没有？就是有时候从大陆的网站copy那个小说贴在文件档上面，会有很多乱码。哦，那个乱码，这个好啊，幻君怎么样解决？啊，很好，利用什么样的软体？啊 ，OK， 啊 ，Word 里面上也可以啊，很好。啊，不是啊，我是说它会有正常的字后面，它会夹杂一些，然后它的那个。上帝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做。好，那个可以啊，就是你现在还是回到那个正则表示式啊。那个有没有人对正则表示式的功能，就是说，哎，你其实就我们刚才教的那数量啊，然后任何字元，然后限定的任何字元啊，也就是 for， 然后对限定的任何字元的否定。那你们要知道，否定加上它自己本身就是怎么样，就全部的字元，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还有什么啊？你们想要做，目前做不出来的，有没有？有一个很明显的，什么问题？把除牌啊，词牌，这个好像还蛮难做的。好，讲一个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现在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条直线就是半形的直线那我们前面已经学到了方括号里面是怎么样，字和字之间的或，也就是你找一个字源，可是你不能找一个词。那如果你是要词的或呢就我们刚才那个列表其实就是一个词的或我要找祝平是陈桂红或杨颖你没有办法用我们刚才的办法。那这办法呢，就是要用这个直线所以简单来讲，它就是把我们刚才的任一字元变成是怎么样，任一个词那所谓的词呢，就是任数量不拘的字元的结合就可以规定它是一个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叫它找宫野长然后一条直线纪文没有对不起纪文子的话那我们就会找到宫野长或纪文子。简单来讲我们现在的基本 单位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字元，这样 OK 吗所以学会了这些，你们就现在你们就知道了前文检索的异体字为什么找得出来简单来讲就是利用这个方式，他就把异体字怎么样变成一组一组，然后这每一组呢就放在一个方括号里面，所以当你检索的时候呢只要他你检索词打进去以后，他就是比对这一组一组然后就知道他有没有异体字有异体字的话，他你看用这个或方括号的或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一条线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词的或这样应该 OK 吧，没有问题吧。好，我们接下来就再讲两这个也应该要讲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先讲括号好了再接下来呢我们要讲括号那括号就是我们在取代的时候可以使用的方式。你没有括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所谓正则表示式的取代那你有括号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很厉害你就可以进行你客制化的取代比如说网页上很多的杂讯，你怎么样一次性的把这些杂讯都过滤掉，那通常你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写一个正则表示式，然后这个正则表示式是怎么样，把所有的网页的内容包括进去，然后你再说这些内容里面，我第一部分不要，第三部分不要，第五部分不要。那现在括号就是能帮我们做这件事，但是这个括号有一点复杂可是你了解了以后，它就变得怎么样，非常的美妙例如
啊，我们把轮椅叫出来。好啊，因为大家都在用，所以它网络的速度大概很慢，而且侦测到都是从我们台湾这边过去的。啊，好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现在就说知道啊，比如说G，哎。我们知道记录又叫指路，指路又叫记录啊。那利用这样的方式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找出指路或记录啊。然后呢，我们还要找出怎么样？可爱的游先生啊，他的单名叫做游啊。然后呢，我们还要找出子贡。那你就可以看到啊，这就我说的，你们回去要怎么样练习呢？就先完全的掌握最简单的概念，就啊一点就是任何字源啊，方括号是怎么样？那方括号的否定，然后掌握了这些基本字源以后，就开始混合，然后你们就在这混合的实作里面，你们就发现哦，你们的能力就变得太强太强了。所以你看，我们就要找。哎，这是 save run， 对不起，啊，你看一下子就找到我们要的东西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要说的啊是括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把轮椅里面的叠字词都找出来啊？所谓叠字词的条件就是怎么样 ？A A A B B C C D D。亲亲，我我，恩恩，爱爱，啊，诸如此类的、啊、那就我们刚才学到的，其实没有办法表达。有没有人想到用我们刚才、啊、想到的可以表达出来的、啊？其实没有办法、嗯，因为如果我们指定任何字源、啊、然后叫它重复两次的话，据说就会当掉、啊、其实它就是找出任何两个字源、啊，所以他就找出任何两个字源，那不包括段落符号的样子，只有它的规则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好，那有了圆括号呢，我们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圆括号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正则表示式的某个部分用的圆括号来指称它。就是这是第一群组，这是第二群组，这是第三群组，这是第四群组。好，所以呢，啊，像刚才那个例子啊，我们找任何字源，然后我们就把它刮起来。所以这个任何字源也是怎么样，我们的第一群组。然后我们再让它怎么样，把第一群组重复一次。后面那两个斜线在一、啊、就是我们把第一群组叫出来的方式。这样的话，它就会找到任何字源。可是这个任何字源，还要有一个后面的条件，找到任何字源，它会找下一个字源，下一个字源必须是怎么样、啊、第一个字源的重复。OK、啊、所以这样找的话、啊、我们就会找到，你看、啊、叠所有的叠字词。OK 吗？好啊、所以准备好接受更严厉的挑战了吗？好，那让大家来开始回答问题吧，把荧幕啊还给大家，请大家把《论语》啊。就是说打开、啊、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抢答模式，可惜没有糖果。
如果你已经进入《论语》了，请找出《论语》里面所有的怎么样？就连续两个叠字词，战战兢兢、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这种模型的句子然后，如果你做出来，就请举手跟我们讲有几个一个战战兢兢好了吗？所以大家都要找到战战兢兢，没有的请举手。那个找到战战兢兢的同学请举手。你用的正的表示是什么？括号里面点，然后缓斜线一。好，我知道二打不出来。好。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战战兢兢其实这个问题有一点趣，这不算是完全这个是正确的答案。可是如果我们要再难度高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不能一样，就是你不能找出战战战战就天生万物一样的人物一物与道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七杀七杀字。不能找到四个窗户，不过这个今天不用烦恼，今天这样已经很好了好，好，那准备更复杂的东西了吗？好，现在我们找出三个字，然后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要一样就我们就开始可以进行怎么样类型化的寻找。在《论语》里面找出这个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一样，然后第二个字不一样这个好了，《论语》里面没有这种例子，因为没有三个字都一样，所以我们就随便讲东西。好，看看答案是多少这个学了正则表示是就可以开始什么就可以开始进行文本的那个句型的探勘。这个应该很容易是什么？嘉辉，你先跟我们说答案是多少？答案是什么？有几个啊？几个？在论语里面找到几个？要说什么？有几个？他不会告诉我们有几个吗？哦，真的？好。标点符号，那把标点符号排除把标点符号排除，在 C text 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在 C text 里面呢就是说正则表示是如果是后斜线 W 在正则表示是里面是怎么样代表一个英文字Word代表一个英文字，可是在那个 C text 里面呢，它代表怎么样？它可以代表非标点符号的中文字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非标点符号的中文字，比如说找出我们刚才要的怎么样？在一个非标点符号的中文字，然后再一那我们就找出怎么样第一个。非标点符号的中文字然后我们叫它群组一然后后面呢再找一个非标点符号的中文字，然后在后面再重复第一个群组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群组都用一个字元，可是群组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很复杂的，它可以是另外一个正则表示是，也就是说一个群组里面
他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群组啊。啊，那我们一跑，你看就跑出来啊，就找到这样子啊。那这个会排除怎么样啊？标点符号啊。好，那学到这个呢啊，大家可以知道啊，你们现在要知道，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啊？好，我下面呢，要找四个字啊。那这四个字呢，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一样，不卑不亢啊啊，我们标准的这样的语词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啊。就大家啊，学正则表示是学到要怎么样，要自己去问题目啊，这是最高的。就你就用这个题目，你就可以来啊，就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探测怎么样啊，你的资料啊。比如说我们啊，明如先生啊，最喜欢了解就是说到底啊，这个词牌名的押韵到底有没有符合运输，这是可以做的啊。我在举例的，在哪里当扛棒、啊、所以这位就知道它的功能是怎么样，是很大的。可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怎么做，那怎么做的方式呢？就把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啊、然后一步步的分析下去，最后你可以用正则表示是把它描述出来、啊、好，大助教住嘴。好啊，那个正则表示是呢，我们怎么样进行呢？通常啊，就你要提一个问题啊，就我怎么样比对应角啊？那这个问题是很大，那你就要学成怎么样？怎么样去描述啊？把这个问题描述成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啊，然后你就是可以用复杂的正则表示是把它怎么样组合起来啊，那它就会啊变得很厉害啊。所以啊，如果会这个的话啊，那你们就知道。就应该怎么样啊？会啊，就找四个字、啊、然后这四个字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是一样。那如果你们会这样子的话，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会什么。你们现在就会说，哎，找四个字，这个四个字里面呢，不能是标点符号，然后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是一样的，然后隔一到三十个字里面这样的。啊，格式要再重复一次，啊，就是还要找到另外一组字，这个组字的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也要是一样，啊，你们就回去啊，慢慢的把那个自己的条件怎么样变复杂，变复杂以后，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庄子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语词，啊，重复性的语词，借着这重复性的语词呢，形成一种韵律的感觉，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哎，庄子的哪一个词句语句很好玩啊？你就把它变成啊，是一个正的表示式，然后看它后面的啊会不会再重复的出现？是。逗号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你第一个的斜后斜线 W 啊，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不是，就是你这里面你要用正则字语，你要用，对，好，滑滑看，啊，所以把你们最喜爱挑一个你们最喜爱的文本来练，等待过了一个月以后，你们就比我厉害了。那把刚刚那些条件后面的前提就会变得很厉害。对，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一样的，零是不是？有啊，还有念几个来听听看。人是求知，子是求知。啊，所以赶快去看一下你哪里是错了。啊，所以刚刚那个就是好例子，怎么样？你要好好回去给我面壁反省，居然都忘记了。好，正则表示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怎么样？同样的要找一样东西，它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有问题吗？有问题吗？你们没有问题，我就要任意的切换荧幕。好，所以请大家看荧幕上面
啊，我又把那个条件呢就变得更长啊。那问题基本上跟刚才一样，就是说找到一个四字词，这个四字词里面不能包括标点符号，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必须一样。然后找任何字源，这个任何字源呢是从一个到三十个啊，然后再接着一个怎么样重复第一个部分啊。好，我们先这样做啊，因为刚才看到那样这样做以后啊，你看在《论语》里面其实还是找得到的啊，有虫啊，就有一些虫，有一些虫，有一些虫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正则表示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它显然不是。哦，没有，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啊，这里应该是二啊，可是我要让它是一的话，所以不是，我大错了。我其实是要它重复前面的啊，那如果是要重复前面的，我应该是一 w 一啊，这样才对。OK 啊，这个有一点微妙，有一点微妙。我刚刚直接把前面的部分 copy 以后剪贴到后面，这是错的，因为。直接 copy 的话，我就又会有第二个括号，第二个括号的代号是群组二，而不是群组一啊。难怪刚才我们理论上这样找的话，我们就会找出啊一样东西啊，就一个四字词，这个四字词会出现在我们寻找的东西的头和尾啊，然后中间啊不超过一个字到三十个字啊。所以你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这个啊 ，OK 啊，因为是任何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啊，对我们的文本进行很多怎么样 pattern 就样式的探勘啊。然后，如果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下的检索词怎么样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内容啊，都是抽象代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大家回去好好的，就从最基本的东西，然后自己慢慢加入各式各样的条件啊，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复杂啊。好，那这里要注意的一个东西是一到三十啊。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如果他在找了五个字以后就满足了这个条件的话，他会继续找下去吗？啊，这个正则表示是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有一点小重要的概念。Hello， 醒醒啊，朱君。在上课，疲惫的青春，醒醒啊！有没有听到我刚才的问题？红人，有啊？不是，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的问题？我在问一个问题，没有人要回答我，你要回答吗？好，再问一次哦。啊，请大家看荧幕上，啊，荧幕上那个怎么念？我们其实都可以用中文把它表示出来。荧幕上就是说，啊，先找到一个非标点符号的字源，然后再找到另外一个非标点符号的字源，啊，然后再找到一个和第一个字源一样的中文字，然后再找到一个非标点符号的字源。之后呢，啊，就是找一个字到三十个字，任何字源一个字到三十个字，然后。再，我们就想办法再让他找第一个部分那四个字啊，不是那四个字，就除了第一个字要一三字要一样啊，二四字不限制，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pattern，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用中文来表达。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他找了五个字以后，他就满足这个条件，他会继续再找下去吗？知道我这个问题吗？不知道。好，看一下他找到什么啊？这个问题啊，这样子好了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找的文本，如果是这个的话啊，请大家看荧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故意复制不优不句啊，也就是说，他可以找到第一个不优不句就停止，他可以找到第二个不优不句就停止，因为第一个不优不句和第三个不优不句中间也没有超过三十个字。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啊，他会啊找到，他会在哪一个地方停止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啊，这是也是正则表示式里面啊，你看这个就叫怎么样，当你不干涉它的时候，它进行的是什么样啊，用那个他们的话来讲就贪婪模式，它是找到最大值。 OK， 所以虽然它找到前面的 第二个不忧不惧就满足它的条件，可是它继续找，找到第三个啊，就在它手能够触及的地方啊，它就是要伸出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叫它停止在第二个模式？可以的啊，那就是我们要进行人工的干涉。进行人工的干涉就是我们把贪婪模式变成怎么样，节俭模式啊。那重就是方法就在后面加一个半形的问号啊，加进去以后啊，它就找到最小值，就找到满足条件以后它就停止。 OK 啊，所以这个问号你加在星星后面，加在加号后面，都是会把加号和星星的贪婪模式啊，就把它节制下来。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尤其你要用这个啊进行取代的时候就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你就会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取代掉。嗯，论语，我们还是把论语叫出来。好，我们用啊，好，现在我们啊，时间无多啊，赶快进行一下啊那个正则表示式的取代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论语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啊？他就说找啊，那这在取代功能里面的时候就找子曰，我们要找子曰，然后怎么样找啊任何字源啊无限多啊，然后再找子曰。然后把它取代成什么啊，取代成啊空括号啊，取代成空集合。好，好吧，它有一点问题啊，学而时习之。哎，它找到什么，它什么都没找到，很奇怪啊。它不能取代成空集合吗？空集合其实就是删除的意思，可是它显然不让。哎，好吧，它有一点问题啊。它下面是不是已经显示已经取代掉52个？哦，取代掉52个，所以哦 ，OK， 好啊、，OK， 它取代掉50，没有啊、理论上它怎么样？它这个里面的限制设定大概跨不过段落、啊、所以会有这些现象、啊、理论上因为我用任何字源，如果我没有节制它的话，它应该怎么样会找到第一个子曰，然后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怎么样，一直找一直找到最后一个子曰、啊、然后如果用大大把它取代掉以后，理论上这个文件里面子曰都不会再出现、啊、那这个也是啊、我们用任何字源的时候要注意的、啊、这个有上课的同学知道，因为在不同的程式里面它会有不同的规范，通常它的预设值是不会超过段落、啊、不过、啊、你也可以指定它超过段落、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好，这是错误的示范，所以嗯，还是好，这个你们回去想一想啊，那个这里面啊、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尤其是像庄子或者你研究诗经、啊、那个句法就会很重要、啊、再出一题、啊、就有一点复杂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赶快进入到尾声、啊、有一些、啊、要补充的东西、啊、所以你们就知道了，你们也可以怎么样、啊、寻找重复的二字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刚才我们练习了很多单字叠字词的概念、啊、你就现在把叠字词里面的字改成是两个字、啊、那你就怎么样、啊、又可以、啊、进行、不同的、这个检索、啊、比如说、论语里面、我们就说看、你就看到、我们刚才是一个，我们现在变成两个、变成两个
啊，然后呢叫他去检索的话，啊，你看他就会找出啊这种啊啊里应里应月盈月盈，啊，结果你又找出啊叠字啊叠词词啊两字词的重叠，啊，那你可以进行怎么样啊更复杂的啊更复杂，你现在就开始啊就是大写的 YX 啊就代表一个词组。那就是你要找的东西是，啊，前面是有两个词组组成的，然后在后面呢两个词组的关系是对调的，啊，有没有这种东西呢，啊，中间有一个逗点，啊，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所以你就可以找，啊，好，我们都先找四个字的看看好了，这个在，在老子里面很多啊啊，你看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怎么样把前面的词组的顺序和后面词组的顺序刚好颠倒过来，啊，论语里面可能没有，啊，叫 老子叫进来好了，啊，这个庄子里面算是最丰富的，叫庄子好了，啊，所以你们有了那个 API 的 key，啊，然后你们就把你们要常用的文本的那个代号，啊，那其实它常用文本的代号通常是汉语拼音，啊，除了那个论语它是直接用它的英文汉语以外，那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可是庄子，所以你叫他的话，如果他的 title 会跑出来，通常就表示那个代号是对的，可是他要上载文本怎么这么慢啊？庄子，啊，大概因为我们同时很多人在用，不过啊，这个就是探勘的部分啊。可是你是个按 save 哦，没有啊，理论上他应该文本 会先跑出来，他文本跑出来表示他在上载，所以按 self type， 好，我们等他一下，啊，所以你就可以看看，这个档案呢，在你们，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网址都有，啊，所以你们回去呢就可以下载，这个档案，啊，你们就可以自己做练习，啊，就把 字源的概念变成词的概念，然后词的概念就很丰富啦，啊，你可以指定这个词是从一个字到五个字，然后所以从一个字到五个字它又会有变化，你们就会发现，啊，老子里面庄子里面有很多那种，啊，我们说语句的模式是我们一般念的时候会有感觉，可是很难就具体的把它形容出来，可是我们可以借由，正则表示是你看就从某个角度就把它怎么样把它符号化了，啊，那从符号化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啊，就让电脑做更多，啊，就是自动的分析，啊，好，出来了，把它存起来，啊，好，叫它找，啊，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找到，啊，这样的东西，那你可以规定你的词要不要包括标点符号，啊，不包括标点符号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怎么做了，啊，好，最后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办法做取代，啊，不过那个取代，啊，基本上就像刚才那个例子，那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前后的顺序怎么样颠倒过来，啊，就利用取代我们就可以做了，啊，就是说我们刚才，啊，这个寻找的例子的话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基本上做的就是把，啊，前面两个词组的顺序对调，啊，然后在，啊，庄子里面检索，那你庄子里面就有这几个例子。好，那正则表示是呢还有一些要紧的东西要交代啊，这个要紧的东西这边呢啊就是逃脱字源。逃脱字源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真的要找到一个圆括号那我怎么办啊，因为圆括号在正则表示是啊已经被啊当作是一个代表符号在使用。那简单来讲啊，逃脱字源啊，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圆括号，如果你真的是要找一个方括号的一边啊，那你就在它前面加一个怎么样逃脱字源，那它就会知道说，哎，你不是要用这个方括号，是把这个方括号当做它自己，而不是把方括号啊当做一个啊代表符号啊。那这个很多啊程式啊都有逃脱字源的概念，那之前的那些字源有时候会被叫做控制字源，
结果他程式一读到那个字源的时候，他会做不同的反应啊。那逃脱字源就是把那个字源恢复成啊它本身啊。那它也代表很多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 S 就代表 space 啊。那在这个正则表示是这个 space 同时代表五样东西啊，就代表空间，代表换行符号，代表定位点符号啊。那这个两个都是复杂的换行符号啊。那这有上课的同学都知道 ，Unix 系统、Mac 系统和这个 Windows 系统，他们用不同的换行符号。那这个通常不会变成问题，可是有时候会变成问题啊。好，那这个 U 呢就是代表16进位啊，所以中文字的字符就是在这边。所以中文字它也可以用这样的表示，表示所有的中文字啊。那这些所有的中文字里面呢，不包括标点符号啊。那当然，将来就是说万国码在扩增它的中文字的时候，这个会改变啊。好，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再来呢就是关于群组的名称，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群组的名称，它是以左边的括号为主来计算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有两个群组分开所以它的一和二很清楚可是这个我们跟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正则表示是美妙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变得很复杂。很复杂的方式就是括号里面还可以有括号或是我们想象刚才 C text 的每一行我们刚才示范是用一个概念词那我们把它复杂化，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单个字的概念词都变成一个名字，它就会变成一个人名清单。已经超过12点了，12点不是还没超过一点，下次看错时间然后其实它是怎么样，其实它每一行都可以是一个正则表示式那也就是说在 C-text 的操作那一个清单，你就想想看，如果每一行都可以是一个正则表示式，它就非常复杂。它只是最后再用一个最大的括号把里面的正则表示式都括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在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就是说总共有三个括号那这个三个括号呢一呢代表的其实是大括号里面那这个大括号里面或是说整个括号所以如果我们找的是一，我们会找到什么我们就会找到大家一起，大家共同，或是我们一起，我们共 OK 吗那如果我们括号二呢，其实就是大家我们那括号三呢就是一起共同就它的名称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名称我们要搞对，因为它的括号会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也是正则表示式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看的是怎么样刚才看的这个我们已经把它全部符号化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做检索，可是我们没有 打进一个中文字。可是如果你要叫一个平常的人来问他说这是什么，很不容易阅读那正则表示式变得非常复杂的正则表示式的时候，它也是非常不容易阅读，就你没有办法直接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很简单的把它翻译成中文，它还是可以翻译，不过那个翻译的过程就变得很复杂。好，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家其实回去可以想想看，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式，你们就随便下载一个网页，最好是下载怎么样就是有那个标记的，然后你就想办法，就第一个我要做的是怎么样，我怎么样用正则表示式来包括整个文件，我们怎么样用正则表示式来表示整个文件我知道大家都好，所以就是找一个任何字源，然后呢无限大，是不是它就包括整个文件了？因为我们就说了，如果你不去干涉它，它就是贪婪模式。
所以你就找任何字源，然后找到以后呢，啊，那前提是这个任何字源要包括汉唐符号，啊，那这个在每个城市里面它会有一点不一样。不过现在啊，就是包括正则表示是啊，算是很标准的功能啊。群组，好，那啊，就正则表示是我们最后来补充一下。啊，它其实还有找前面找后面的功能，就是它设定游标的位置，啊，这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还是不要讲，这个大家这样好像不太好啊。就是说 ，C text 里面也有这个功能啊，啊，不过它的功能啊和别的地方啊。啊，比如说它的功能就是说啊，我们可以以这个当例子啊，啊，它是一般的是这样子啊，好，啊，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就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均字，可是这个均字的前提是怎么样？后面也是一个均字啊，可是大家如果看下面的资料，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注意哦。啊，记住这个均的啊那个颜色哦。如果我们就要找均均呢，啊，你看它的颜色不一样了，这什么意思？就表示我们用刚才的那个方式，我们可以找一个均字，这个均字后面也是一个均字，可是找完前面一个均字以后，游标要停在两个均字中间。所以这个就是又可以进一步了啊！你看你的正则表示是可以限定它的啊符号啊游标停的位置，那这个有时候在我们进行取代的时候就会很有关系啦啊。比如说你要怎么样表示你的段落啊？啊，你就说找一个段落，那前面那个段落符号要不要包括？后面那个段落符号要不要包括？那找到一个段落以后，找完一个段落以后，你的游标停在哪里？啊，因为你有时候要取代整个段落，可是你要让那个段落是单独分出来。那如果你是用这个分行符号去找那个段落的话，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当你取代以后，那个段落符号会不会被覆盖掉？啊，那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啊，就是往向前看向后看，啊，然后做一个啊更复杂的组合。好啊，所以大家回去呢啊可以多多练习，啊，就今天回去想一想你们学到东西其实怎么样很少，第一个要抱持这样的心态啊，所以就把学到了很少的东西呢每一个都巩固起来，巩固起来以后呢啊第二步就进行啊复杂的交叉应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哦，你其实就怎么样可以做很多事。那在 C text 里面，这个还是讲一下，刚才是失败，不过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就是它的取代呢，有一点不一样啊。它取代的地方呢是要用，是要用一个前号啊，就是它要把群组的符号改成是一个前，啊。那在一般其他的城市呢，通常是和群组的符号是一样的啊，有吗？好吧，还是来做一个吧。CTP， CTP， 好，我们用庄子啊，然后我们找个什么呢？找个我们刚才讲的好了 ，WWE， 然后我们把它取代成什么啊？取代成，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会找到怎么样啊？不，比如说不卑不亢啊，不高不低啊，就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一样的四字词，然后没有标点符号啊，没有 哪一个地方是标点符号，然后取代成是四个字一样的，然后你就叫它跑啊，然后它就会好，在这里面不能用这个错误的取代的地方不能用特殊符号，所以只能怎么样？如果要这样的话，只能这样，应该是只能这样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被取代掉的，就变成四个字一样啊。
这个是刚才要提醒的，就取代的部分呢，有些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设定的那个比如说数量就不能用，惯用字源就是数量的字源大概很多都不能用，那你就怎么办？你就把群组重复就可以了。好吧，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很高兴就是说有其他学校的还有我们自己学校的这个同学来参加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的大助教联络那如果我们还可以帮得上各位的话，那就会尽我们之所能尽我们大助教之所能帮助大家。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